才吃鸡呗。三星凯也还不吃鸡啊？你要三星永恩吃鸡费劲点儿。谢谢么么哒。三星老头拿什么一杯酒？拿命啊，拿命一杯酒。瞎的不行，瞎的被水银克，而且瞎的没伤害。这你也不给我装备，我咋玩啊？三轮车，大树天选直接起飞了，大树。拳套，水滴。拳套水滴。看怎么卖啊，我就把这几个给卖了，先买个猴。我们的盖伦也没有天选给他呀，不是天选的，也没有那个三国给他呀，没见着三国呀。下波把这底下都卖了。算了，盖伦也卖了吧，没有三国不上了，大树也撇了，上三个猩红。你看马老师那边已经有人给送火箭了，俺们这还没有火箭。这送火箭的叫想塞马老师的屁眼子。插个火箭，超级粉丝团的任务，兄弟们。福星这把没攻速，不太好弄啊。我给你们整把瑞文吧，死得很痛苦。这装备瑞文不挺好的吗？瑞文现在是弟弟。我们要瑞文，那就必须得奔三星走，没有三星肯定是不行。二星弟弟，三星还弟弟吗？三星虽然打那狼人不一定能打得过，那随便打一打应该没啥问题。哎，我这三星弓配二星盖伦打不过人，为啥呀？用啥呀？这咋这么狠呢？这帮人啊！不能吧，我这寡妇都有了，我这寡妇。哎呀，
这边我们怎么拿？比较讲究，你知道吗？拿个大棒子。现在我们已经有全套的水滴子，就扫大棒子，把大棒子一拿，下边爆啥我们都能用。细节。可能是因为派克没有卡牌厉害，我觉得。上个猴，不信了，你还赢不了了呢？我看怎么个赢不了法。三星红还没赢不了，盖伦大棒子，猴全套着，派克女神之泪，今天我们一会儿下播就吃个饭，然后我们10:30左右再来一波，兄弟们。行不行？来干什么？来直播呀？来干什么？别来。我就来，我就来，我是10:30我再来，10:30。拿个牙锁，不行，必须得来，你不让我来我就必须得来。感谢，真当是一场误会。恭喜橘子，好多是非的卡呀。哎，算了，我这是不改位置了，我基本上怎么玩都能打得过，算了，不改位置了。带你吃饭，你也要吃，你要吃啥呀？哎，昨天吃个螃蟹，给我吃的直恶心，不知道因为什么。虽然螃蟹都是活的，但我觉得应该是螃蟹的问题，肯定是螃蟹的问题。这怎么？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这不应该呀，这啥也没有呢。福星你不要着急，如果来了福星天选不用你说我会拿的啊，现在拿它没什么意义，说实话没有啥意义，意义并不大。放屁！你怎么你闻着了？这波要不要卖这个蜘蛛呢？我想一想啊，我们现在是连胜，
我们赢了可以多一块钱，我们这个蜘蛛如果卖了然后输了，确实是挺傻逼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就直接就升了，来陪我玩玩，再上个阿卡丽就完事了，给你一个，来波雨露均沾，你差点装备啊，全是福星啊啊，三福星四福星，你是啥福星天选啊，塔姆金克斯，应该是金克斯我估计，不是，他是塔姆的三国猛将，这把上来是不是就给个三国猛将，我记得嗯，上来就给了一个，吃螃蟹吃活的肚子能舒服吗，我不是生吃，我是熟了的，打不过，我清楚的记得这小子我一开始打过，哎呀这个病兮兮这玩意儿可恶心了，尤其是前期就打前期烦死了，也不打后期呀、啊、这给我这蜘蛛一顿头锤83，这波最好是来个水银，女神之泪这种东西呢咱就不奢求了，咱就奢求个魔抗，水银肯定是必备的，先整个水银，所有的英雄现在，所有的英雄，所有的那个阵容应该都得要水银，现在没几个不要水银的，宗师太多了。这波先拿个进，再拿个枣子哥，合个水银，上个寡妇，不是不上寡妇，上个进吧。上个进，上个枣，下个猴，下个猴吧，行，水银给你了，腰带给你了，两重两色两夜幽三星红，哎呀魔法师上把也是魔法师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条，我上猴也拉没事，这波就是必拉的，这很正常，我们没拿天选这很正常，
右苏61滴血，下波大地，直接天选绿纹，直接开始大地。哎呀，拉巴费点劲呢，大地。女神泪大棒，女神泪大棒不要了，靠！瑞文呢？你看见没？你一想玩的阵容，他就一个都没有，瞅着没？夜幽蛇，拿着用吧。你看着没？你一想玩的那个阵容，他就永远都不给你。你发现没？这个属于没有人玩的阵容吧？但是就是没有。我是不是上当了呀？这大蛇，那大蛇一拿着绿纹还怎么删啊？来一个三星大蛇，行。那我试试吧。再来一张瑞文，我就可以收手了。现在收也行，现在收了吧。先给个这个，再给个这个，再给个这个。他一个莉莉亚，你们三个打不过他一个，给我枪毙！瑞文不合科技枪，我是没想到的。你有啥没想到的？那瑞文女神之泪配个水银剩下玩那啥拿上啥不行啊？现在主要我们缺的是这女神之泪，你知道吧？黄图也可以。再卖一波血，看情况嘛，看他能不能赢吧。我估计费劲，以他这个角色呀，费点劲。但这小子要无尽。呛死我了！爱喝水可不能说话。你别拿老头，我求你了！操你妹！
拿大棒干什么呀？给魔看啊！可退呀、啊，兄弟们，可退！我决定把这蜘蛛给它换了，一会儿把这蜘蛛给换了，拿老头也行啊，整事儿呢嘛。耶，狼人被我枪毙了，哎，这近伤害有点高啊，这都能枪毙呀、啊。这把可能近要塞了。鸡哥给你报个腰带、魔抗和护甲，你会说话吗？你会说话你就多说一点。鸡哥，我看看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鸡哥最多会给我来两件。鸡哥，我也不要别的，你就给我来俩，一个女神泪加个大棒，我就能用。你也别给我别的，行不行？我不要，别的我都不要，我就要那俩。给面子，那您就给我两个。女神泪加上大棒子，实在不行，你觉得我有点过分，那我就一个女神泪就行，我不用大棒了，剩下那个你随便爱给啥给啥，行不行？我就要个女神泪就行。这阿卡丽伤害太他妈高了，一星的呀，这是凯南打多少伤害啊？1350，能打将近2000点血。鸡哥给他俩攻速，我用我表弟50年换。那你余额可能不够。先给个女神泪，鸡哥漂亮，鸡哥再给个大棒，漂亮，鸡哥差一点儿。没关系，可以用。闲聊时间已经结束。要个小丽呀、啊，现在呀、啊，看看啊，给龙爪还是离子火花？你们觉得？给龙爪吧，龙爪又一点，然后这边给个鬼叔，两个吹风就没必要了，算了吧，吹风咱就不要了，我可以挂个永恩，现在其实缺个小丽呀、啊、给龙爪吧，正好阿卡丽比较多的吧，再和鬼叔。那回鬼叔给谁了？没给蛇女，算了，给了吧，蛇女天选，不给白不给。瑞文有右装其实就够了，
这大腰子给个天神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这玩意儿有用吗？小丽，你到了。海南可以用。好，刚刚好，给个小丽就完事儿了。我们攒钱，啊，攒钱了，开始攒钱。给剑魔来个大腰带，省着死的太快，让那个狼人给我一顿挠，省着。枪毙。1267，绿门不删，这把不删蛇女吗？咱这把不是说好的三星蛇女吗？有没有小丽？没有啊，没有小丽来巨杀。哎呀，青雨行啊，近是无近，无近就配青雨，没搞好，没关系，巨杀也能用。谁一直连胜啊？你呀、啊，你凭啥一直连胜呢？我小丽一来，你不聚聚了吗？你凭啥一直连胜呢？经过我小丽的允许了吗？这样吧，老头放这儿。瞪他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，这是替身攻击吗？没神盾了也这么站，这不有个刺客呢吗？站左边也行，我站左边吧不行，我们复刻一下位置，这样站左边。这样吧，我的进往这里站一站。一枪一个。哦，好厉害的忍者刺儿啊！没有三星英雄打不过他呀。这到底是要三星蛇还是要三星瑞文呢、啊、哥哥。全都要，全都要不行，也有戏了啊！我们挑一个。哎呀，这给谁呢？给你吧，其实有点卡钱了。其实是有点卡钱了呀。
这样吧，这样能好一点。打那个天神这么站好一点。锤石先撇灯。我的控制还是挺足的啊。蛇没用，你这个大蛇，你这大蛇，蛇不追了，蛇，蛇不追了，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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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追了，卡了半天钱呢，我操了，咋不放屁？下波小早一波啊，小早一波。希望这波能打他，别打他，打刺客，打刺客稍微有点危险。你这也不行啊，九折水平啊，啊九折水平啊，就还冒火呢还，耶耶！等第二个蛇再扔，用不着，因为我有妮蔻，我直接递就可以，不用找天选的。差俩，耶，小丽，我有点卡呀，我操，我有点卡，我好卡，谁？是谁？谁卡我？我的延迟好高，我140，我这一会儿地牌容易地不出来呀、啊！这，我这那寒冰为啥没拽过来呀、啊？连游戏都卡了！哎呀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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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小子先被我拿下，还剩两个。天选不是天选，选秀拿瑞文，老头有没有？老头没有，拿老头。反甲也行，反甲吧。好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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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别卡我，别这样啊，别这样，别这样啊，别这样，我就差俩，别卡我啊，别卡我，差一针了啊，差一针了。我都不卖。哎，你不死了吗？操，他怎么死了呢？嗨呀，那小子底下那小子没打过，哎，我双杀了，直接结账吧。